假设 x 减一乘上 x 加二是 f of x 等于 x 三方加上 mx 平方加 nx 减二的因式，那么请问 m 减 n 为何？好，那这两个一次因式乘起来是 f of x 的因式，所以如果分开的话呢，它一样也是它的因式，所以我们就利用因式定理可以知道 f of 一会等于零，f of 负二也会等于零，所以好 ，f of 一带进来之后，可以得到一加 m 加 n 减二等于零，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，m 加 n 呢就会等于一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式。好，那 f of 负二呢？负二带进来就是负八加四 m 减二 n 减二等于零。好，那我们整理一下。4m 减 2n 等于10，接着我们把它全部呢把2除掉，所以就是得到 2m 减 n 等于 5，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式。好，接着我们把第一式跟第二式相加，3个 m 会等于 6， 所以 m 等于 2， 代入第一式，2加上 n 会等于 1， 所以 n 呢就等于负1，所以最后我们要算的 m 减 n 就是2减掉负1，所以就是2加1等于3。